仲有一个身份，就是僵尸猎人。能够杀死僵尸，只有不死人。请指教。他说是一个叫 X 的人知道我们拿了武士的戒指，叫我们物归原主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如果我赢了的，简直才是不再是太平门的人。如果我输了，欠垃圾，给你。师父。